那个大家评论区里都说呀，问说我爸这个北京音腔啊特别重，嗯，知道为什么重吗？因为我爸是南城胡同串子长大的，所以他北京的音调他比较正宗。嗯，准备吃饭了，吃什么呀？今天吃老北京涮羊肉。为什么呀？这什么节日又吃涮肉？老爸老妈他们明天就要去海南去了，我给他们订了票，嗯，然后就走了。啊，咱们今天就一起欢聚一堂。不是，这种时候怎么还能让我妈我爸去海南呢？王永婷，我让去的，我说别因为我们俩怀孕这事儿影响老爸老妈他们本身生活，而且去年装修好了，今年装修好了，一天都没住过。啊，还真是一天住过了吗？住了两天，嗯，两三天，完了就赶紧就回来了。对，也没怎么享受，而且咱俩现在也相对挺稳定的，我相信你能照顾好我的。我呀，不是我妈那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坐月子让我爸伺候你。没有，没事，去散散心，去玩一玩，对对对，玩会儿，一个多月就回来了。对，你提这建议挺好。这都是我妈，这是我妈我爸准备的。啊，这都是老妈准备的。老妈的拿手蘸料，这些都是老妈。看看有什么啊？给我们践行啊！对，嗯，虾、羊肉、嗯，牛肉、毛肚、血豆腐、冻豆腐、丸子、面筋，嗯，都有。肥牛、菜，对，炸辣椒油，老爸炸的还是老妈炸的？老妈炸的，糖蒜都吃完齐了。媳妇儿吃午餐肉吗？我吃。哎呦，妈，我发现您这现在这个就这种说话就有点像奶奶了，越来越正吃正喝的。我先说一句啊，儿媳妇给我们订的票啊，是，我让儿媳妇儿问我说你说去吗？我都不想去了。老妈您去，我给您订票，等一会儿就给我订了。是，我给你订，确实是。嗯，媳妇儿真大度。那你就这个光这个伺候你的活交给我了呗。我相信你，努力。我们没事儿，回来继续伺候，也就去一个月，春节时候就回来了，春节前就回来了。嗯，我们主要就那边看看那装修的结果是啥样。我知道，在海南可没有老北京涮羊肉，有涮火涮鱼火锅。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呀。也有，但是那不讲究这个。对，谁似的？来，给媳妇爱吃虾啊，把虾放媳妇那儿。啊，你爱吃的这个午餐肉啊，黑猪肉的午餐肉，您吃吧。别放里边啊，太大了，我觉得。没事，待会儿弄一下。太大了，哎，老张，记得上次今儿请咱们那个涮羊肉，那也挺正宗的，不知道跟咱有没有。这一片是50克的。太多了，你别放。没放里边，多了，爆了。吃吧，宝贝，快点。是呢。是吗？嗯。吃炸。这还行，开了嘿。快，真好哦！涮着这涮羊肉啊，咱得吃一口啊，蘸那我妈秘制小料啊，妈料活的不错，这个值得表扬，没有意见。嗯嗯，还好，我觉得也挺好的料。糖蒜，就是糖蒜。嗯，谢谢。嗯，吃肉了吗？牛肉，你们吃，赶紧吃吧。在家就不能用那个铜锅了。嗯，在这尤其在楼房，铜锅就不行。以前你记得小时候都用的在平房大铜锅子。嗯，还容易中煤气呢。老爸，没有烧炭的呀。对啊，那能闻啊。是吗？你屋子里边你封的严，那就有人中煤气。老爸小时候在胡同是不是也经常吃那个铜锅涮肉？吃的少，不多，但是我知道。嗯，不经常。你想吃涮羊肉都是冬天吃，嗯，屋里边就是糊的纸都糊的特别严，你想里边搁炭，时间一长，嗯，它有那二氧化碳。我刚想咨询你问题，怎么样？你如实招来啊？你说那时候你们家是条件也算还不错的，啊，但是你们家四个儿子要吃涮羊肉，你吃多少斤呢？我记事儿是吧？到我大了。没吃过涮羊肉，但是我妈给吃弄的是四季火锅，哦，弄过。四季火锅就是。四季火锅就是等于里边那个肥肉片，肥肉片、丸子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十几。哎，十几火锅，所谓现在就是说啊，媳妇儿，你别买了，等他们去玩三四天，我也跟着去，你就自己吧，我给你请一个小时工，行吗，王婷？你去吧，我自己在家。这，对了，我又想起来了啊。
那个大家评论区里都说呀，问说我爸这个北京音腔啊特别重，知道为什么重吗？因为我爸是南城胡同串子长大的，所以他北京的音调他比较正宗。我妈这是北城的啊，高一层次比我们，是不是妈？不知道，老妈，别胡说八道。是，嗯，是，嗯。南北城有钱，南城穷。我看有一个评论说那个，我因为他好像是什么那个就是酒店经理还是什么，说他老他看见我们家视频说学老爸说话，说老爸好像用鼻腔发音还是什么，他学，然后他结果有一天早上给人家开会，他就学老爸说话，人家说经理你都感冒了，把我逗的呀，他说学不来可逗了，他特喜欢老爸这声音。我说这话就是天生的。就是鼻音特别重。哎呦，你赶紧刮我胡子吧，这大胡子也不刮。是是，该刮该刮了，四根晚上一会儿抓抓抓刮。我妈。没事，吃饭吧妈啊。宝贝赶紧吃，给宝贝加虾快。给您送行啊。不能这么说。这有250。您别放了，那么咸还放什么呀？那么你管我呢？那么滋儿大，别吃了，这够讨厌，我留着我吃。我就够，你要被吃砸去了。不是，对身体健康啊，不咸，你那俩应该上手。嗯，老妈就爱吃这一口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其实吃的就是这蘸面和菜，对，就是片点菜吃，真吃肉吃的多少。老妈习惯完事之后，吃完那个火锅之后，用这麻酱还兑开水喝汤。兑点水。或者蝈蝈真住气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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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妈最后这个就是这样，你看兑点热水，好喝吗？老妈好喝呀，兑着点这料里边兑着点开水，原汤化原食，不浓它不喝，吃两口干的，少吃点咸的吧，蒯了一勺子卤，跟这样吃着觉得解气。提个建议啊，妈这卤有点苦，有点苦了啊，没上次咱小院吃的那个卤。你别那么多事儿，你自己过去。不是麻酱不行，老妈吃的不行，那个嘴外边都是麻酱，胡子上沾都是麻酱。不是我听你老妈说了，你这麻酱不行。